苦读窗前，学经史，听墨十年埋首在书房，细学空蒙论文章，但愿得遂临渊之，显清扬名，济世乡。孝顺自标龙眉，复回学海，只守淮阳县令。我母同是隋王人所，留我一人在京闭门读书，但愿免登皇榜，不亏我父世代书香。这几日身体不爽，不免出得门去，三门一翻便了。走。这等慌张，哎呀，真是啊，只因黄河决口，老爷被参，只有失信一封，公子前来看，待我看来。哎呀，来，官学士，皇
年到如今被上司陷害，隔着那问戴罪披袖，需用文艺路千两方道无事，直至这边瑞虎是好啊。直到如今并无别计，只好变卖房产，搭救老爷要紧呐、啊。实在经济哪里去变卖？亲友家中变卖。好，带我前去商议便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变卖房产之事怎么样了？急切之间将房产变卖，只押得3000两银子，少时送到，还缺少一半，这边瑞虎是好啊。如此只好先到淮阳再做道理。如此待我辞别舅母，乃共取一股绝尘。遵命。恼恨八字差，时运也不佳，银钱难到手，赶脚度生涯。我白脸狼，我黄傻狗。哎，我说兄弟，大哥，自从咱们哥俩买了4匹牲口，来到京城，实指望赚他俩钱儿也好吃吃喝喝，没想到这些日子是连阴天下大雨，大雨封门呐、啊，住店没店钱了，牲口呢也没有草料了。我说你有什么主意没有啊？哎，大哥，我倒有个主意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咱们不是有4匹牲口吗？啊，拉出2匹卖了它，咱们哥俩也好吃吃喝喝啊。吃完了怎么办呢？再卖那2匹呀、啊。哎，好，连根烂啊！你呀是馊主意。那怎么办呢？依我呀，咱们把牲口拉出去，甭管是大买卖小买卖，咱们找他1号2号的，也能将就着吃饭呐。哎，大哥，这主意不错，不错，不是，不错，拉牲口，拉牲口，拉牲口，哎，拉牲口。哦，哎，
兄弟，大哥，吆喝吆喝，哎，吆喝吆喝，有烫屁股的热牲口。哎哎哎，烫屁股，谁还顾咱们牲口啊？哦哎、有赶脚的上这儿来呀、啊！这是哪位的脚程啊？是我们的脚程啊！哎，您要雇脚程啊？是啊。哎，您这是要上哪儿啊？我们要到淮阳。淮阳，哎，兄弟，小哥，淮阳咱们去吗？淮阳啊，太原不去，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哎，别去呀，多跟他要酒钱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老大爷，您要雇几匹牲口啊？两匹。哎，正合适，我们有四匹牲口。好，我们讲过价钱。嗨，还讲的什么价钱呢？您瞧，这一路之上，吃的、喝的、住的都是您的。到了那儿啊，多给我们哥俩来点酒钱，这不成了吗？好，好，好，请再次稍待。哎哎哎，有请公子。乃公绝尘可曾顾好？顾好了，将行李打上。是。啊，罗夫们打了行李。哎，是喽。来来来，伙计。哎哎，大哥、啊、干什么去？搭行李呀、啊。搭行李咱们也管呐。嗨，多跟他要酒钱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哎，搭行李，搭行李。哎，真沉呐、啊。都是银子、少说话呀、对了，少说话、来来来，哎，一同登陈卷。
亲，我父未允，谁想那巨贼怀恨在心，抓了我爹爹一个错处，拿问再见，谁知我父一气，哼，再见老丧命。又恐那巨贼加害我母女的性命，故此托乳母丫鬟扮作我母女的模样，服了我爹爹的灵柩，转回原籍，是我单身，保定老母，远奔他乡，找了安身之处。如我单身，好找那巨贼报仇，故此我将玉凤的玉字拆为十三两字，改名十
时焉能上路？是我师父心急，有空吹无力酒，我不定要吹哭，这边瑞火是好啊。我也正为此事着急，莫若你一人在此养病，我独自去往淮阳日何？如此甚好，唤两国罗府前来。哦，是是是，罗府快来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公子，什么事儿啊？乃公唤你。哎，是喽。哎，兄弟，大哥，待会儿想着顺我杆爬。哎，好嘞。哟，老大爷，您病好点了吗？好好好，我一时难以上路，我有意烦劳二位保定公子先到淮阳，不知你下日何？哎，老大爷您放心，把公子交给我们哥俩，到了地儿准保是人财两丢啊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那叫人财两收。老大爷您别听他的，他喝多了。二位亲自外面伺候。哎，是喽，兄弟，走着走着。哎，大哥，大哥。哎，兄弟，这还顺我杆爬呢？我说那我两手刺儿呢，差点耽误事。啊，公子，我还是放心不下。唤店家取纸笔过来。店家借纸笔一用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官知笔道。啊，店家，你这里可有闲人护送公子一程？哟，我这店里头也没有闲人了呀。哎，干脆我护送公子一程，顺便要笔账，您瞧怎么样啊？如此甚好。啊，公子，这有诗信一封，命人送到28窟洪柳村，等九公家中免教持一官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公子，临行之时还有两句言语，公子你要记下了。带我登高一望。
看那垛子上骑着一位公子，带的银子不少，带我前去得巧。他虽带的银子不少，看那位公子满脸愁容，心中定有为难之事，我何必打抢他呢？放他走也就行了。哎呀，不好！倘若走在前面被别人给打抢了，我这注银子岂不是白白的给丢了吗？哎呀哟嘿！我不免为买的是酒和饭，饭哪路？这就是月来电，快有上房，有上房，随我进来。免走上走上。公子，我给您送到了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也该走了。只有问你一定，全当酒自知。我这谢谢您了啊。哎，二位怎么着，瞧见没有啊？没白来，弄定银子。哎，真不错。下趟见，下趟见，店家此处可有一28颗红柳村木？离此20余里有个28颗红柳村，我这里有书信一封，烦你送到28颗红柳村，等舅公家中免教吃一罐。哎呀，我们这里也无有闲人呐、啊！哎呀，这边瑞虎是好。哎，我说公子，您瞧，他们这儿啊没有闲人，我们哥俩呢闲着也是没事儿，怎么办？我们哥俩给您跑一趟，您瞧怎么样？如此甚好，回来多把酒钱。哎，这算不了什么。店家将酒饭安排后，我免。哎，兄弟，走着走着。哎哎，大哥啊，干什么去啊？送信去。送信咱们也管呐。哎，多跟他要酒钱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走着走着，走着走着。手拿一封信，直奔红柳村。大哥啊，走啊，走啊，干什么去？送信去呀、啊，送信去啊！你说的是这封信吗？这封信咱们不能给他送去。怎么呢？你不是总想着发财吗？啊，这
可就露出发财的苗头来了。这就露出发财的苗头来了。哎，咱们把这封信或者撕了或者烧了，回到悦来殿见着公子，咱们就说到了红柳村见着楚玉官了，他没工夫来，让咱们哥俩把公子送这儿去。你瞧，往东是红柳村，往西是黑风岗，那里竟出豺狼虎豹。走到半道上，瞅不冷的把那书呆的往山涧里这么一拱，他可就喂了狼了。入套里那些金银财宝不都是咱们哥俩的了吗？这不就发了财了吗？大哥啊，真有你的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大哥啊，走啊，哪儿去？回去给公子送个信呐。哎呦，我说你傻呀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啊，红柳村离这儿来回有40多里地儿的，这么会儿的功夫就回来，人家也不信呐。那怎么办呢？依我呀，啊，咱们找个茶馆酒肆吃吃喝喝，吃饱了喝足了，掐着时候回来。你瞧这个主意怎么样？大哥，这主意不错，不错不是？走着。走着，走着，哎，走着。记住，听两个罗府之言，方才那位公子住在前面悦来殿中，他二人定计要害他的性命，我不免去到悦来殿看看那位公子，若是好人将他救下，若是歹人我就不管他的闲事了。正是，要知心服事是但听口中言。还是女大王？呸！谁是女大王？哦哦，女英雄。哎，这不结了吗？指点不住点，打尖也不打尖，到此何事啊？这个，哦，我这驴渴了，你给我印印驴，沏壶茶，搬个凳儿，歇歇腿儿，一会儿就走。哦哦，是是是。看这女子进的殿来，上下打量于我，我看她不像好人，我不免将房门关上。哎呀，不好！我看她身背刀弓，倘若打进房来，这辈子活是好。哎呀，这。
才进殿之时，见院内有块大石头，我不免将石头搬在房内，将门钉上，是了然无事。店家快来，来了。公子何事？将这块大石头与我搬进房去。我搬他不动啊，你多唤人前来。伙计们快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掌柜的什么事啊？搬石头，搬石头。掌柜的，我们搬不动了。搬他不动啊。哎呀，这边瑞火是好。我说嗨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搬石头。哦，搬石头，使劲的搬呐。搬他不动啊。哦，你们搬不动啊。我替你们搬搬好不好？拾得的拾得的。闪开这儿。女娘哈，我这里有大钱两吊，全当一茶之敬吧。这是您赏给我的一点白，破费您了。好事哟，我当是怎么个人呢？原来是没出过远门的呆公子啊。我说嗨，叫你们搬石头搬不动，分这俩钱儿分得动分不动啊？分得动，分得动。赏给你们分去吧。此说来，你是一位女英雄。哎，这还像句人话。你呀，给我起来。我起来。我问问你，我刚一进店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了？是是是。赶紧的跑到屋子里去了。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唯恐男女不便呐。你是唯恐男女不便呐？嗨，我看你
说我死在眼前，岂不是你要了我的命吗？有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呀给我再起来。哦，我再起来。我问问你，哎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哪儿的人，打哪儿来，要往哪儿去，说给我听听。哦，是是是，我，哎呀，切主，临行之时乃公对我言道，逢人之说三分话，不可圈套一片心。我打从京城而来，要往淮阳而去，有千里的路程，要讲上三分嘛，有了，我就说我是保定府的人士，去往河南做募兵，打从300里而来。啊，女英雄，我是保定府的人士，去往河南做募兵，打从300里而来。哦，你是保定府的人士，去往河南做募兵，打从300里而来吗？是是是是。姓什么呀？啊，哎呀，他问我姓什么，我姓安，这个安字嘛，乃是一个包盖头，下面一个女字，要讲上三分嘛。哎，我就说我姓女。哎呀，我有这个姓呐！哎呀，这，有了，我就说我姓盖。啊，女英雄，我姓盖呀。哦，你姓盖呀。不用说了，是锅盖之盖了。乃是宝盖之盖呀。哦，是宝盖之盖。是了，我再问问你，你那行囊里头带着有多少两银子？大哥，说。哎呀，坏了啊，坏了，问来问去问到银子上来了，我带来3000两银子，要讲上三分嘛，带我来算上一算，一三如三，二三如六，三三减九，有了，我就说我带来900两银子，有理有理有理呀！女英雄，我带来900两银子。怎么着？你带来900两银子吗？是是是。你这个人呐，那可就不对了。怎么？我与你既是萍水相逢，刚才你又说咱们俩人又是男女有别，我既来问你这些个话，想必是有我的缘故，你就该实话实说才是你的道理，不是？怎么，我问了你半天，你一味的跟我支支吾吾、里里气气的，你呀真把我当做什么样人看待啊？女英雄，小生举一句誓言，还望女英雄原谅。嗨，说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，那也没什么关系，你说你说的都是实话，待我戳破你几样，你听听。你说你是保定府的人士，现在你说话乃是北京的口音，这头一样啊就心不对。你又说你要往河南做募兵，你要是往河南呐，从上路就得走岔道，你如今走的是山东的大道，你要告诉我往淮阳一带
你自个儿斯文一派，倒像个当募兵的样子。我想这天下哪有行囊里头带着两三千两银子满处找管当事业的？大姑，我看你呆头呆脑，性命眼前不保，还敢在我的跟前斗鸡呢？Thank you.
岂敢？听你之言，你父也是被奸臣所害呀。可不是么？哎，我想你不能平安到达淮阳，即便是平安到达淮阳，你的银子也是不够用的呀。我正为此事着急。也罢，我欲保你平安到达淮阳，管保你的银子够用，你看如何呢？哎呀，如此说来，你不是一位女英雄了。我是什么？你是一位救苦救难的活菩萨。这可不敢当。菩萨亲上受我一拜。不用拜了。公子，看天色尚早，你就在此殿中等候于我，我定经天不回来，二经天准回来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不见我的面儿，千万不要动身，是是是，牢牢谨记，我就此告辞了。好了，这就好了。我这就糟了，这就糟了。什么糟了啊？你看他身背刀弓，定是女强盗前来打抢于你。哎呦呦！哎，不能不能！公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何人回来了？哎，回来了。可曾见到楚玉官？见到楚玉官了。他呀没工夫来，让我们哥俩把您送这儿去。哦，好好好，快快赞那路。哎，是啊。前往哦，跟两个罗布一块儿走的嘛。正是。我知道了。